上帝疼痛，咱经过一礼拜的生活，伫这礼拜中间有寒流我相信大家人拢有穿了些少吼，咱也求上帝保守咱的身躯吼，会当伫这种寒冷的天气中间，咱嘛会当每一个人身体健康勇健。我常常咧为着咱的兄弟姊妹祈祷吼，希望恁拢身躯勇健，咱就会当伫咱的生命顶面有迄种的健康佮健全的生命力来回应主的疼痛，咱嘛会当尽咱真做上帝的子儿的本分，伫各所在拢会当为主来发光。所以咱今日去老师要甲咱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上帝国。上帝国的百姓，咱应该要有甚物款的影响力？大家毋知有注意到无吼？咱伫对今年开始，咱的教会就是遵照就是照着迄个活泼活泼的生命这种的查经吼，这种灵修的进度。即、這个每一个工、每一天佮每一礼拜的进度，无论是咱的灵修、伫小组的分享，佮包括咱主日的讲台，拢照着即个活泼的生命的进度吼。所以今仔日无需要伫照即个进度的中间，佮大家做伙来分享上帝国的百姓。上帝国的百姓就是啥？上帝国的百姓是啥？就是每一个人，就是咱遮的相信耶稣。你也是个救恩的人，咱是上帝国的百姓，咱应该爱有甚物款的影响力？这段经章内面，咱真熟，真熟，因为耶稣伊讲的这个比喻，咱拢真熟啦，在做光甲做盐，所以今仔日咱要通过这段经章内面，有搁一届甲咱鼓励，搁看见有甚物新的亮光。伊头一节我就看到一个亮光啦，马太第五章第一节就甲咱讲了。耶稣看见侪侪人，伊就爬上山，就甲坐咧。彼时，什么人到伊面前来？什么人？门徒。我伫特别唔只咧看到阵，哇！我特别看到这两个字，门徒。门徒对伊来，门徒对伊来。你下当来看这个情景吼，耶稣有看到遮侪侪人，就是群众。不过伊这个时阵呢，伊就爬上山。迄阵愿意甲耶稣爬上山的人是啥？什么人愿意搁加行一卡步？什么人愿意对耶稣对到底？就是啥？就是温度，因为温度伊就是有迄个热切追求的心。正人足侪拢是咧对潮流啦，吼，拢是往人济所在去，吼，拢是爱闹热，所以即看即只群众，因对耶稣嘛是安尼，对耶稣到底摸一个程度就好啊。不过耶稣伊特别，迄个时阵离开遐人济济所在，爬上山，到一个所在，迄阵愿意对这群众的中间，佮愿意佮对耶稣对到底，就是温度。耶稣看到遮个人，耶稣看到遮个温度，伊对伊讲话，耶稣所讲的话，就是咱所讲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嘛，另外一个名称叫天国八福啦。简单讲，天国八福。咱拄只咧念的遐，什么人有福气？因为安怎？什么人有福气？因为安怎？所以这八种福气，这八种福气是耶稣伊所讲的。咱每一个人伫生的生命中间，爱有的生命的品格，咱的生命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专门针对文道讲的。这句话讲，这八项，这八项内面，你爱看你有几项。这八项内面，如果你当时拢听无，这八个字话，你也听无什么意思。安尼可见你不是温度。特别因为当然，耶稣特别针对伊身躯边的这温度，伊会讲较重要，伊会讲较重的话，伊会特别的针对伊讲较严格的字。所以你在天国，那是天国八福，对你迄拄拄啊初心。也是对你对信仰无甚物了解的人，一般平凡的人，对伊来讲，伊是听无的。这对伊一点仔意义拢无，或者是针对门徒所讲。所以耶稣佫对门徒讲：“恁是世间的盐，盐若无味，哪会当互伊去咸呢？恁是世间的灯，
你是世间的光，城坐伫山顶是袂当温暖的，所以你着爱发光伫众人的面前。伊着用盐甲光的光能来讲，出咱身边所接触会到的代志，互咱会当了解耶稣咧讲的比喻。咱会当来看，耶稣所讲的光是啥物光？亲像港口的灯塔，伫黑暗的中间、黑暗的海面，会当伫遐来照明，来指引遮的船只入港，安全平安返来到伫港口的内面。这是一种的保护，是一个伫黑暗的中间一个光明的指示。所以耶稣伊伫遮特别来勉励遮的门徒，特别伫愈黑暗的所在。恁就爱愈啊珍惜恁的身份，爱伫遐来发光，毋通去予即个黑暗来甲恁暗去，也是阴去。恁得到爱伫即个所在爱发光，嘛亲像啊伫迄个机场迄个塔台同款的吼。哦，即个灯塔伫港照港口，啊机场迄个塔台是会当予即个无人机会当足平安，照着伊的指示。来安全平安，哦，来降落。所以，咱今朝做一个基督徒，咱就是爱学习，爱诚做，因撮人到伫主的面前的帮助者。做门徒有着一个足重要的品格，就是咱伫愈黑暗的所在，咱袂当甲伊做伙共款，人人做伙伫遐。做无见证的代志，然后呢，较积极的一面，咱爱去积极去引出咱的身躯边，受到黑暗的影响，受到这个负面的情绪的困扰的人，爱将引出到伫平安的所在，就是带因到伫将来甲咱共款会当居住的面，这是咱真侪温度要紧的一面。耶稣用光甲盐，即、這个伫身躯边，哦，咱身躯边迄个足平常，咱会当体会、会当理解的代志，哦，来甲咱做一个譬如，可能咱温度爱有影响力，可能咱真侪温度，而且爱有影响力。来，咱即摆来讲，我期待我是一个温度，而且是有影响力的温度。阿妹。照着上帝伊救赎的计划中间，咱看圣经无论是旧约甲新约，上帝拢是大声呼召人，予即个人成做一个基督徒。无论是个人，也是一群人，先予即个人成做一基督徒了后，佮借着伊，也是通过因来去影响另外一批人，直到主过来时。所以伫使徒行传，咱当看见即个拿督，就是做显明啊。就是这个温度了，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讲：“相信甲恁认恁的神像，恁就要得着能力。”阿门。所以相信甲恁来装备这个温度了后，伊就有能力，而且呐，特别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我的见证。所以温度，你也是要相信，你也是要。耶稣的教示，佮身而且身躯佮有装备，得着好个真道个装备了后，就有能力会当将福音传到伫地极个所在。这是温度个使命。甚物是使命？我常常讲，甚物是使命？使命就是一世人要做个代志。使命就是一世人要做个代志。哦，使命无迄种，我使命已经完成啊，哦。顺便就是你一世人一直在做的代志，而且你若是已经达标，以后阁来做好的维持，因为这是你一生的坚持，你一生的应用，哦，你一生所尽力在做的代志，像像有人伊的使命啊，伫教育界，哦，伫教育的工作，所以伊退休了后，伊就把这个教育的工作转化到伫伊的教会，伫教会内面。买到转化伫伊个身躯边，哦，伊会当来教学个所在。有个人伊个使命是倒位，伊个使命伫政治界，
所以第一啊，所有在所在，伊有即个从政的拍算，哦，啊，伊嘛会当足关心社会议题，伊嘛会当足关心国家的代志。无论伊有当职还是无当职，伊拢对即个政治有使命甲号召。无人对传统因对教会上帝所交托的代志，伊才是上大代志。就即种耶稣交托传统因这个大使命。哦，你的使命是啥物啥物啥物？这下面就爱摆做要紧的第一，阿妹啦。所以大使命就是传统因，就传统因的中间，有人伫这个中间尽伊一生，抢一个，救一个，救一个来算一个。一直传到爱见主的面的时阵，所以教会的成长就是一个人影响人的工作。所以咱基督徒追求生命总比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咱爱真侪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影响力的人。所以通过今仔这段圣经，我有看到另外一个亮光，就是啥物？耶稣一定是要求咱要爱做盐做光哦。伊毋是用，伊毋是讲吼，恁着爱做盐做光哦。耶稣意思是讲，咱就是盐，咱就是光。阿妹，来咱来做位来讲，我就是盐，我就是光。所以咱来发挥生命的影响力啦，这是基督的温度在做的代志，咱毋通推卸。咱毋通讲我亲像盐，亲像光，什么叫做亲像？亲像就是加成，哦，加成。啊，毋过咧，亲像即个用即个词，无比讲你直接就是伊，你直接就是迄、那个，哦，加成嘛有一点点啊无成的所在。所以才甲咱讲，咱就是盐，咱就是光。咱毋是亲像盐，咱毋是亲像光，咱因为咱本身就是盐，就是光。咱毋若成了定，搁爱是真的。阿妹啦，因为咱就是盐，咱就是光，亲像做成只是外表尔，咱连本质，咱连咱个家己个本质，咱连光迄、那个功能都爱有啊。盐个本质是啥？爱甜啊，哦，啊个爱当，因古早个时代无冰箱哦，爱用盐做呐，哦，防止伊迄个较早，迄个袂下安尼，袂较早歹去吼，啊，家己做一个防腐的工作啦，吼、哦，啊，佫有诶吼，迄、那个人生苦艰苦吼，无元气吼，哦，啊，即摆就讲啊，建议你去迄个病院诊所去吊一支大动诶，其实迄是生理实验水啦，吼、哦，真侪拢是安尼，吼、哦，伊无迄个健康的功能，有足侪所在咱都身躯咱袂当无盐，准是咱袂当外表看起来足像盐，你着食起来，我一点仔味都无。圣经甲人讲，若盐若无味安怎？迄讨角啊，就淡掉啊啦，就淡伫外口啦，互人吞呾啦，淡伫外口，互点仔甲人讲过啦，呵呵，迄就无盐的功能啊。啊，光呢？光的本质是啥？光的本质就是有热度，有热情。光毋是甲咱照光彩尔，光爱佫有伊的热。我问咱兄弟姊妹，你有热情无？阿妹，哦，有吼、哦。我今仔个透早吼，我感觉咱教会做侪长辈阿手吼，哦，哇，我感觉咱的教会长辈拢穿了有够新，哦，我感觉阿手拢感觉恁的手烧滚滚，哦，啊，阿哥吼，我本身我较恁短哦，所以我的手捧起来较恁甜甜，哈哈，好、哦、所以咱哪有热情？咱的身躯温暖哦，遐唔过遐温暖爱表现出来伫咱的外表。爱温暖，爱表现出来伫咱所做诶每一件代志。咱诶敬拜爱着情无？咱诶祈祷爱着情无？拢爱。咱诶性格，咱诶生命，人互人会因为咱诶热情，会当来带出你所要传达诶物件。所以我常常甲上帝求祷告：上帝啊，我若每一摆徛讲台诶时阵，我无爱真做一个咧四点点安尼教课咧念诶牧师。我希望我会当成做一个伫讲台顶面，为着你来发光，为着你来充满热情，宣讲道理的传道人。这是我每一届，我要伫上台之前，我会记得。
虽然每一个团队加所有人，咱就是一定爱好好发挥咱的影响力，好好发挥咱的影响力。包括两下要甲大家提醒，咱要安怎来发挥影响力？头一项爱发挥基督徒的生命见证，咱做来看来，爱发挥基督徒的生命见证，来结婚来看一摆。伊是世上的人，人若失意，哪会敢搁互伊行呢？以后无路用，不过迄伫外口，互人吞蛋。哦，这是我拄则有甲咱讲的，咱若无迄个味啊，迄个真骨就失去啊，咱只有蛋壳干。哦，古早伫迄个耶稣的时代，因用的盐是叫做盐焦的盐啦，矿盐啦。哦，真像石头共款。哦，啊，若是迄个外口迄外表的迄个盐分也拢无去啊，就变成做一个普通的石头尔，就迄个外口。哦，因是用迄个矿盐，毋是像咱即摆用迄种迄个海吼、哦、所提炼出来盐共款吼。共款的，我感觉基督徒咱嘛是爱有即种的要求，自我的要求，咱爱有，爱成做一个有逼的人，爱成做一个有逼的人。这个有味的人，就是咱家己本身，咱爱有样的特质，爱收掉。有味甲无味，有滋味甲无滋味，这就是讲咱敢有失去迄个咱本身的滋味。伫世间，咱袂当失去真做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因为这就是味。有人讲，这个味不是咱家己本身的味，这种味是叫做基督徒的味。这种味叫做基督的香味，有基督的香味，你有生命见证，你才能影响到你四周围的环境，进一步带领人来归向上帝。有两个基督徒，其中我第一个有一个第一个基督徒吼，伊伫工，伊伫一间贸易的公司工作十几冬，啊，伊后来因为搬厝啦。啊，怎跳槽到伫吼、哦？另外一间离因家离因家附近的一间贸易的公司。啊，当伊咧面试的时阵，啊，这个头家就甲伊讲吼，我是真欢迎你来阮的公司上班，不过有一个条件，吼、哦，你伫原本迄间公司吼、哦，你会当尽量吼、哦，至少嘛摕一百分，对阮公司的客户资料过来。哦，安尼，意思讲要家己无人客。啊，这个基督徒，伊想想的，伊真有智慧，来回答安尼讲：，头家多谢你看会起我，我嘛真欢喜，真足愿意来你的公司吃头路。不过吼，那以后啦，以后假使讲我若是要搬厝，我若是要换头路，安尼头家啊，你啊吼。是毋是用阮我同款带着咱公司的资料到伫新的公司咧？即摆即个头家想想足歹势啦，哦，足歹势。啊，就甲伊问讲，啊，你是毋是一个基督徒啊？因为即个头家看到伊，伊的身躯挂一个十字架的看咧，而且佫看到伊内面有一个诚实的品格，有真侪人会挂基督徒的看咧。个所行所做，确实无一个基督徒的款。佮另外一个基督徒呢，伊伫一间业务公司上班，为着要冲业绩、拼业绩，就常常伫公司的内面啊，接足侪应酬的摊，常常啊一天吼，迄摊走来走去，啊佮呢，遐摊常常拢是爱到伫一寡较无好的声色场所，哦，的所在爱去遐应酬。不过有一摆，公司诶，因为迄个敢若是变啊，拄着过年伫遐拜拜，公司伫遐拜拜，啊，即、這个人伊着坚持，伊无爱行香，伊无爱行香，啊，即摆即个头家吼，着感觉真奇怪，着甲伊问讲，哈，敢讲你嘛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咱通常咱若是讲咱一个团体中间，咱若无要行香啦吼。啊，比如讲，咱的公司若咧举行这个啊，若是讲有迄个拜拜吼，啊，若是无爱拜拜，人拢一定知影讲啊，这是一个基督徒，无问题。
哦，啊，所以唔免。为什么这个头家伊会讲啊？咁讲你嘛是基督徒？这句话，哦，那读书者我想吼，听听应该心内真酸啊，哦，头家是咧甲酸讲，我着明明伊伫平时伫公司的内面，看见你做做个代志，拢无敢若亲像基督徒。哦，你做个代志的顶面，若无看到你咧持守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啊，而且拢啊，你也无拢共，也无共讲，无人知。啊，特别是即马即个时阵，你才讲你无爱家乡，哦，啊，敢讲你嘛是一个基督徒？为啥子？求上帝保守咱的生命，互咱每一个人身躯拢有基督的盼望，互咱伫逐世代，伫你所踮伫每一个生存的环境的内面。你都会当身躯有基督的盼望，成做一个有味的人，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阿妹，不盲咱每一个人的是咱的身躯本身的味以外，哦，通常咱的本身、咱的本身的身躯的味哦，就是叫做汗啦，吼、哦。咱的本身哦，咱这个味，不是直接去共影响人的，咱还有基督徒的盼望，伫咱的生命顶面来发出见证。来行出真正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作为，啊，人就会讲，我早就知影你就是一个基督徒，我看会出来你就是一个基督徒，我实实在在就知影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免讲我就知。咱真正爱让人感觉就是安尼，相信我家己感觉，教会复兴就是应该爱对咱个人开始做起，这种的自律、自我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代志，你敢知道？在这个世代有真侪代志，哦，拢是咧军队啦，叫做跟风哈，哦，对着世代的潮流。在这代有足侪无好的流行，有足侪世俗的流行，有真侪人甚至唔知道这个流行是咧流行啥，啊，勿紧啦，反正大家咧流行，我就对咧流行就好。咱伫信仰的顶面有足侪流行，咱袂当对。教会复兴就是我感觉，咱对咱家己持守家己做起，持守家己做起。如果咱人每一个基督徒会当扮演好咱家己的角色，守条圣洁，活出见证，就当吸引人来敬拜上帝。持守咱家己自律、自我要求，这是最重要的代志。所以，伫遮咱看见教会，咱。对每一个温度的教导非常重要。咱的圣灵真正爱写做一个自我要求，足严格啦。唔通我感觉讲啊，基督徒嘛是清清菜菜，哦，基督徒嘛是做者代志拢乌白讲话、乌白做、啊乌白行，伊读书真拢无好去坚持。安尼咱要安怎应该咱的上帝？如果在教会内面，每一个人都会当持守家己的性格，甲真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本质，甲身份的保守。我相信这间教会一定会复兴。我嘛相信咱民主路教会一定会复兴。阿妹，因为我相信伫咱的教会，咱每一个人拢是这么用心，在追求持守家己身份的性格。同时，我嘛看见咱教会对社会是要有责任。耶稣讲。咱是世的上的盐，世的上的盐。耶稣又不是讲你是恁家的盐，耶稣嘛不是讲你是你的公司的盐，伊讲你是世的上的盐。世的上就是咱甲这个世界哦脱不离关系。教会、甲庙事、基督徒、甲佛教徒，哦，有人捌做过这种的比较。哦，恁两个宗教啊，内面的人做一个比较，其中有一项比较就是教会是入世的宗教，啊、哦，也是讲表示是迄、那个哦出世的宗教，哦，为咱看有当时啊讲哦，看破红尘，哦，我归遁隐山林，哦，为人就是安尼，我伫这个世界中间，我看破，我就归遁山啦，内面啦吼，啊，不问红尘世事啊。唔过，咱基督徒咱不是咱拄啊倒病，因为耶稣伊是对神的所在进入到人的中间，
所以这就是一个入世的精神。基督徒爱入世，基督徒袂当把所有代志拢置身度外，拢讲啊，迄是无我的代志，我洁身自保就好啊。哦，啊，迄无我的代志，我较歹插袂，因为若插甲我有关系。咱这个代志爱关心，唔只只关心我的基督，因为耶稣才甲你讲，咱是世上的盐。所以咱为什么爱发挥社会关怀？咱为什么爱真做社会中间不可欠缺的一份子？咱为什么爱伫社区的中间爱看重社区关怀的工作？咱爱对别人的需要顶面，为什么要看见家己的责任？咱就是借着咱真做社区社会关怀的工作，发挥这样的影响力。安尼，咱才会当将福音传到伫社会遐还袂认捌主的人中间。所以耶稣讲，教会就是世上的盐，教会就是世上的盐，是要发挥盐的本质，是要发挥盐的功能，甲伊的特色。而且讲教会是世上的盐。就是咱的教会嘛，爱真做一间有影响力的教会。当教会通过影响力，这政治人物就袂看袂起教会，这执政的人就袂看袂起教会。伫做者代志的顶面，因的参考，而且因的来询问教会，因的这个代志顶面的态度、因的立场、因的看法是怎样？伊袂照家己的意思，我要做啥，我就做啥。有这个代志顶面，伊会看重教会的影响力。即下我感觉咱台湾的教会要更加努力，教会要更加努力，因为咱伫这个世间，咱的影响力确确实实伫这几年中间，咱确确实实确实无够。真侪教会所主张的代志，教会所坚持的代志，通常伫这个社会。人是安怎看教会？人是安怎来看待教会的坚持？往往伫这几年中间，咱看到咱的教会有足大诶反省的所在，咱嘛爱有足大进步的空间。第二项，咱要来讲，就是爱要安怎彰显基督徒的生命光辉，要安怎把基督徒的生命的光来发出来。拄只咱有讲着盐，即马要来讲光。耶稣讲咱是世间的光，世上的光。即、這个光，敢若亲像城，坐起来是坐伫山顶，哦，是坐伫即个山顶，是袂当温麦的。为什么城爱坐伫山顶？一方面伊会当好防守。哦，若是拢对着，若是对山脚咧讲起来时阵，伫山顶有一个制高点。哦，会当好保守，而且这个城呢，哦，也袂因为讲淹水啦，什么话吼，做个做个方便，城一定爱坐伫悬较悬的所在。咱基督徒嘛是同款，咱爱徛伫有一个位置，有一个高度，咱嘛爱有一个较悬的地位。所以咱追求啊，伫社会地位、社会较悬的影响力，这唔是。唔对的代志，等到哦，咱那是讲，咱来伫这社会，咱有较大影响力，咱有较好的位分，咱有较好的一个位置，这是对伫基督教信仰是一种的祝福。所以咱唔通来来看见讲哦，咱追求这个什么款的权威权势，对咱来讲就是唔好。是啊，讲你追求这个权威权势，你想要做啥？你会当为主来做啥？阿妹吗？所以，而且佫讲，亲像灯台，都爱放伫灯台顶，会当照光迄个口的人。恁的光嘛是爱共款，照伫人的面前，互人看见恁的好行为，将阳光归伫恁的天顶的白。所以，咱也是真做光。当咱来发光的时阵，这个光就当影响着咱四周围的人，互人会当因为咱来看到上帝。哦，这幅图吼，是迄个当时伫耶稣的时代，啊，因迄个灯吼，灯台的迄种的哦，形，迄种的哈形体吼，
现在就是安尼，亲像一个盘仔共款吼，还是像一个碗，内面底油，啊，内面一个油心，啊，你一定爱互内面维持内面的油啊，啊，会当是充足的，啊，这个灯就当继续发光。哦，所以这个灯台内面所需要的是油，这个灯台内面所需要的，就是你要持续把伊充实，这个油会渐渐啊消耗，会渐渐无去。赶快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若要发光，咱就是爱加添咱内面的油，因为这个灯是要互人看得到，是要互人看得到，要将恁的好的行为归因到互上帝。所以，亲像咱家己生命顶面，咱家己嘛爱做做一个灯台，咱到底倒位，咱来为主发光。而且要紧的是，咱内面有油无？那无油吼？是真危险的代志啊！啊，就像阮家有一个暖炉啊，内面是迄个用迄种煤油的啊。啊，即几天天气寒冷吼，啊，怎啊赶紧呢？赶紧去买一个迄个煤油吼，爱家充油。那无煤油，你点袂起来，我都点得。赶快，咱要带互咱身躯边的人有影响力，来食做光。咱内面就是爱有物件，就爱有油，就爱有油。安尼，这个油是啥？我说你跟顶礼拜有甲大家分享讲，这个油就是咱来领受新的油膏。当咱的油膏若充满的时阵，咱的内面咱就有物件，会当交做别人，甲别人分享。所以一鼓励咱今年，咱就大大祈祷，咱就大大来举起咱的手，求主将伊的恩典、甲恰当福气收束咱。予咱今年咱真做一个，予主的新的油膏充满的一个时阵。予咱今年咱好啊，明白咱家己。予咱今年咱每一个拢会当充满主的能力，充满主的油膏。予咱真做一个会发光的人。哦，咱看到天顶的这个月亮啦，天顶的月亮，月亮本身会发光。哦，啊，不过为什么咱看到一只黑暗的所在，迄个月亮会光光啊？为什么？咱若是知影吼，伊人你着真清楚知影讲，因为伊是反射即个日头的光，哦，伊个月亮本身袂发光吼，啊，所以当迄个咱的地球若是甲这日头照落的时阵，咱着咱看到咱的迄个月亮吼，伊着有上弦月、下弦月，哦，啊，若完全都无动的时阵，伊就是满月，啊，因为伊是迄、那个。日头会发光，伊只本身把咱看起来敢若光光同款，伊其实本身是个发光的。咱将来其实其他大咱嘛是，咱嘛是，咱家己本身吼，咱家己本身咱袂发光。不过咯，求主帮助咱，互咱若是身躯，咱若有主的光反射咱，咱袂当照着咱个反射出去，把咱身躯边拢会当来反映着主的光。这就是这段经章甲咱讲的。予伊看见恁的好行为，就将阳光归伫恁伫天顶的父上帝。阿门。感谢主。所以今年我为着咱大家人做伙来祈祷，求主帮助咱，也受对主遐的光，上帝遐的光。而且咱的这个光，不是咱家己吼照着了哦，咱家稳藏起来哦，咱来反射出去，这个光爱反射出去。这个光爱分享予别人，这个光爱食做别人的，这个温暖则别人的祝福。对伫基督徒，对伫基督温度甲教会来讲，咱要安怎来反射主的光，来分享主的光，这是咱伫这个世间，咱一世人所追求的使命，甲咱爱追求的信仰。结论来讲，咱伫这段经节内面。咱就看到耶稣用盐、用光的比喻来说明啊，教会对你世界的使命。其实教会对你世界的使命，其实是一个温度内在生命的反省。我讲一解，教会对你这个世界的使命哦，是咱温度内在生命的反省。为什么我安尼讲？为什么我安尼讲？就是咱看到咱有。有带出影响力无？咱家己人若无影响力，咱的教会对咱有影响力？
如果伫教会内面，每一项拢无影响力，安尼咱个教会是要哪有影响力？所以，才要让大家提醒，要食做光、食做盐，这是咱常常听到的一句话。不过，你敢有想过，我这个光、这个盐是要食做什么款的光、食做什么款的盐？盐就一定要有咸味，光一定就要照光好啊。这就是伊存在的目的。我常常记得讲。咱若要做盐，就爱做好的盐。咱唔爱做做有滋味的盐哦，咱爱做好的盐哦。哦，盐无分好个甲歹个。哦，我相信咱若是去迄个全联啊、大卖场个，看到讲，哦，迄个店面吼，足侪迄个白酒，哦，足侪白酒。啊，通常吼，遐白酒吼，拢是卖是迄个较健康个啦，啊，卖啥物货吼，有足侪无共款伊个功能嘛吼。啊，不过遐盐基本上拢差不多，应该是拢会当吃吼，只是伊内面的成分有一点仔纯，啊有一点仔有掺杂啥物物件内面。不过咱这盐吼，你若是到伫迄个工业的所在，哦工业材料行吼，你买遐物件，你着当吃落去。工业的盐是对你身体有败坏吼，所以咱内面做盐着爱做有咸味，而且爱去做会当输赢的盐。若要食做光，就毋当亲像迄个暗淡，爱要死要死要花要花迄种个光了无？哦，你若看到一花电火，若是伫遐要花要花要花，迄个表示你个要歹去啊，就爱赶紧甲换掉啊，啊袂伤你个目睭。一个基督徒若是一个世代，红灯啊讲啊，这个人吼、哦、可有可无啦，啊一下光，一下光啊，一下暗，啊伫遐咧死个死个死个。可有可无，安尼规气换掉，求主帮助咱。要做盐，就爱做好个盐；要做光，就爱做大个光，为主大大发光。这是主个温度，主亲自所托付个责任。真实个教会，就是爱正做一个起坐伫山顶个城，同款。真实个温度。就是爱真多有光甲盐的品格，照光伫这个世代，咱的一举一动，咱的所行所做，是完全无法度温饱的，是完全臭袂掉的。咱的真实的生活是无法度温存的。当温度甲教会若中心伫使命，行出公义甲正直的好行为。众人看见了后，才会归荣光伫天顶的上帝。阿妹，阮求上帝祝福咱伫新的年，咱会当做好光，都会当做好盐，来祝福咱。我咱今年真做一个为主大发见证，求主大大祝福伫咱的中间，感谢主来祈祷。是阮的主上帝，我很感谢你，不管会当忠心伫你的托付。佮遵照你所交托的使命，来完成我伫世间的日子，每一天所过的生活，予我逐天讲持守更新家己，提醒我，我是一个予主所求的人，我会为着主来活，我是一个予主的真光照耀对黑暗的世代救出来有罪的人，所以我一生就予主来使用，伫各所在为主做好的见证。一切应当归伫天顶的父上帝，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